台大昆虫标本室成立于1936年，与农业试验所昆虫标本馆并称为台湾藏量最丰富的两大昆虫标本馆，在国际间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。本馆的标本收藏源自18世纪初期，除了典藏日据时代以及光复后的标本外，1980年开始，在国科会的鼓励下，昆虫学系师生积极展开台湾昆虫项调查，使得昆虫标本数量激增。馆内目前收藏有超过30万个体的珍贵标本，依性质可概分为模式标本、研究标本、教学标本、展示标本四类。由于昆虫标本室的空间有限，且标本的受损率相当高，因此并没有将昆虫标本做陈列展示，而是将制作完成的标本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标本盒内，层层放在典藏柜里，供研究者取盒参观与检视。正因为这种平放式的储藏方式，使得昆虫标本的藏量惊人。